大家好啊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强势回归，琴日开幕至到27号，一连五日嘅精彩活动，听讲呢一度有超过300个摊位，汇聚全球顶尖嘅美酒同埋美食。咁点会呢？今日就嚟到中环海滨活动空间，带大家一齐嚟打卡睇下呢一度有咩好食嘅同埋好玩嘅。Let's go！喜欢吃咯，嗯，是不是喝得喜欢喝的。去年初开饭呢都少了很多，今年就恢复正常了。嘿，多的好啦，个个月有最好了。这些才叫夜缤纷，一年得几天就少一点了，起码一年都搞翻两三次。近年中国的白酒和葡萄酒市场发展都是很好的，在这里呢其实都单单是中国酒就已经是有22个摊位了。我呢现在就来带大家试一下，看看中国的白酒是有什么特色，和他们为什么想过来参展。我们的品牌呢就叫真酒，那就度数就53度的，它是第一只在香港港交所上市嘅中國白酒股票啦，佢係三大掌香品牌。咁我哋今次咧，我哋都調配咗唔同嘅雞尾酒啦，咁包括有一個咧就叫珍珠奶茶啦，咁食咗個珍字嘅，又珍酒啦、朱古力啦，同埋朱古力奶同埋紅茶去做嘅一個雞尾酒。今年第二次參展嘅，我覺得同舊年差唔多嘅，想有個宣傳嘅效果啦，因為我哋本身係網店嚟嘅，咁所以就要嚟呢啲 group 度同大家認識一下。其实去到夜晚的时候，个 view 就真系好靓啊！吹住个海风，加埋其实今日天气都好好好凉爽啦，真系想饮少少酒噶啦！咁而家过嚟试下。中国白酒、白葡萄酒、sake， 仲有 cocktail 啦，其实真系好尽兴啊！而家咧都有少少微醺嘅感觉啦，但系唔可以再饮啦，而家要翻去写稿啦，我哋下一次再见啦，拜拜。